今年东京最强的盐味拉面到底好不好吃？面屋金石主打盐味拉面哈丹丹面，店内挂满了各种获奖记录。特制盐味拉面1400日元，汤头是清脆的鸡汤，配上特制葱油，配搭的猪肉馅馄饨，有包鸡软骨增加口感，鸡腿肉用盐水卤过，保留超有弹性的鸡皮。金石招牌特制虾丸，充满虾子的鲜味，整体味道淡雅，以葱油风味为主题贯穿整碗拉面，稳定而好吃的味道。额外加点浓厚担担面，担担面是面屋金石隐藏招牌，附近熟客都是来吃担担面的。酱汁使用发酵后的辣椒酱，搭配各种香料和芝麻酱制成，吃完会上瘾。面屋金石的风格鲜明，味道跟满足感极高，强烈推荐大家来吃。